老四又上岗了，这是我家老大，老铁们，这是老大，老四会喊，老大不会喊。老四，雨后报之，我报之，我的妈呀，老大也会，我们家老大也会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只有再让老大叫一下子啊，你们想不想看老大叫唤，想不想看，来。老大也会叫唤啊，老大也会叫。我问老大好不好吃啊。老大爷，你说好不好吃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你大哥，我不吃，不行，老大没有那么那啥，没有那么愿意叫唤家人们，学会了。老大慢慢就好了，家人们，慢慢我粗点东西他就叫唤，就跟老四似的，我稍微使点劲，老四就叫唤。啊，等过肯定过一阵儿，家我稍微使点劲，老四就老大就叫唤了。啊，老四习惯了，老大没习惯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老大还没习惯。啊，再等一等，家人们啊，我再训训老大，家人们，再训练训练俺家老大，老铁们。啊，先老大，等老大习惯就好了。啊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啊，老大坐下。老大，一二三，好。老大，坐好了，坐。好，老大，你把你的圈拿下来。哎，你说这个圈，家人们，这个圈如果要是把这个圈把他们整体套过来，能不能紧？把腿拿过来，套肚子，这个圈能不能紧？啊？是不是？坐好了，能不能紧？抢圈吧，几位老师，你跟姐姐你俩抢圈吧。紧呐，我看能不能拿过来啊？我能不能拿过来？不行，完了，拿来了，完了，拿不下来了，啊？拿不下来了，哎，不行的话难受。你姐要和四哥说话。给小牛套上了啊，我知道榜一要和姐，我，哎呀，说吧。